少數記者，但在各個方面都有用。我在頭上都講，你好像這個應該是去年啦，去年就前年我去重慶訪問，重慶市市長黃培群提出嚟。叫香港介紹一啲 logistics company 俾佢，有冇人讀 logistics？ 我哋呢個 team 介紹 logistics， 介紹 logistics company 俾佢。佢話乜嘢咧？因為而家重慶咧有一條新嘅鐵路，一路經過中亞、世界嗰啲國家，去到德國漢堡，佢有一個港口嚟噶嘛。咁就係啲貨運嘅貨櫃嘅火車，又新用一個咁嘅新嘅鐵路。咁就依啲嘢都係專家嚟，點樣去收貨，然後將貨 pack 貨櫃。點樣沿途去咁多國家，跟住最後咧去漢堡個港島。依啲嘢香港做 logistics 咧，貨運物流我哋叻。香港 logistics 真係好，我知好多大學都係 logistics 上嘅專業咁讀。咁希望香港有啲咁嘅公司過去幫手。咁嘅就係嗰、那個絲綢之路經濟帶，即係而家叫咁做啦。佢大概一兩年前我聽樣嘢咧，仲未有一個咁嘅概念叫絲綢之路經濟帶。咁而其實説明乜嘢咧？唔係淨係一般啲即係基建啊，或者金融啊嗰類嘢，而係 logistics 都係其中一個。所以香港作用係好好嘅。有啲時候喺香港咧，淨係成日聽人講，我講好多即係關於俾大家聽到心噏嗰啲嘢，因為香港好細，其實真係其實唔係嘅。所以大家要積極去向上，俾心機，各個方面都有用。呢度有冇讀 pure science 啊？嗰類？